你竟然给我想要！我只是想跟你借点东西。你不是想离婚吗？等过了今晚，我就答应你，离你远远的。 顾夜柏，离婚协议我签了，昨晚的服务很好，钱库两清。 诺斯亚，最后寄到自己被弄在我手上。顾先生，这是你孩子的同城快递，内附亲子鉴定书，请您查收。孩子的母亲呢？死了。对，不过顾先生，这是我们为他拍的遗照，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不必了。喂，洛小姐，孩子我已经送到了。 孩子，我已经送到了，我有件事想问你一下。问，您是不是得什么绝症？亲手把孩子送给了前夫。因为他以前，我知道。罗思雅，不想再等，你毕业的早。谁知道突然就变了。 洛思雅，就这么缺男人吗？我告诉你，就算你算计让我娶你，我也不会碰你。因为我恋爱脑，这些都是我应得的报应。你不用这样，我很悲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代价，比如你，话这么多，等着被差评吧。哎哎，洛小姐。 韩总，你们就不怕被坏人给拐走吗？见人就报自己的名字，还有韩宝，把你的墨镜给我戴好。咱们这次回来是因为姥姥生病了，等姥姥病好了，咱们就走。这里人贩子特别多，千万不能乱跑，知不知道？ 特别是那些穿西装打领带、长着什么鬼样的怪叔叔，看到没？就这个一面怪叔叔，他很可能就是人贩子。我们呀，要离他远远的。他该不会认出我了吧？嘿，傻，果然没认出。 走吧，我先问会开始想念你。望凯，真的，这年头什么人，自己带个墨镜就算了，连打个牌子也带，走路能看见吗？哎，我妈怕我们被你们这些坏人拐走，不许你们说我妈妈的坏话。你这还。 是你告诉他我是坏人，绝对不能被认出来。哑巴，
哑巴也不该这么教孩子，这次就算了。妈妈，你今天怎么不说话呀？你今天真是……对不起，宝贝们，你们啊，就原谅妈咪这一次吧。好，好。大哥，你有没有觉得刚刚那个小女孩很像洛思雅呀？不可能，她已经死了5年了。大哥，我们当初也没有见到洛思雅的尸体啊。掉头。咱们去哪儿啊？去洛思雅。大哥，大嫂的末位编号是多少啊？174。174，你真这个编号还挺有意思。啊，大哥，你什么时候给自己做了个墓碑呀？大嫂的呢？我死了。那刚刚那个小女孩，我没有打扫。看来呀，大嫂不仅没有死，还给你带了个礼物。她是没死，但是她离死不远了。让人把洛思雅的母亲转到光来医疗中心。光来医疗中心，顾家的医院，我不转，快把我妈转回来。您的母亲从今日起正式转移到光来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光来医疗中心祝您生活愉快。这张脸我妈都不认。奇怪，刚刚进门窗怎么显示的就是我？奇怪，刚刚进门窗怎么显示的就是我？先发再说，你们停居在这儿，剩下的跟我走。头一回见到，愿上帝保佑。把脸给我洗干净再过来，要么自己洗，要么我找我那人帮你洗。洗好了，满意了吗？这是防水油漆，既然你不愿意，洛思雅。果然是你。苏格弟弟。是我，那又怎么样？你有本事咬我。咬你？我嫌脏。洛思雅，我们年前的账什么算？你想怎么算？要不，要不我再给你加二。洛思雅。5年前你是怎么羞辱我的？我今天就让你嫁回长安。你想干什么？你竟然背着我找男人，记住你那个孩子是那个野男人的是不是？绝对不能让顾夜白发现韩广和彤彤。倒要看看，你那个野男人是不是真的找了3头6臂不能将你从我身边夺走？给你一天时间，打电话给你的情人，让他们走。要是你们能逃出去，我就借我不久；要是逃不出去的话，顾爷，我错了，顾爷，
您大人有大量，求求您放开我吧。顾夜白，好歹夫妻一场。顾夜白，你是不是男人？小气巴拉的。顾夜白，我不是这个意思。爹爹，没事别骚扰我，我忙。今天的午餐自己解决。不要，我只吃爹爹做的饭。这是我的孩子。孩子一出生你就照死离开，你也配当孩子的母亲？我是有苦衷的。不想听你的借口。算你走运，我要离开一步。你最好还是祈祷你的小情人赶紧来救你。如果我回来你还在这的话，你滚蛋！不用守着，这个指纹锁除了我跟顾敏谁都打不开。走。双胞胎的指纹应该是一样的，既然顾敏能打开。那韩宝，妈咪，谁欺负你了？告诉儿子，儿子帮你灭了他。韩宝，你竟然真的能打开这扇门，还帮妈咪解开绳子，妈咪带你离开这儿。儿子，你怎么回来了？顾敏在这里。顾敏啊，既然姑姑跟奶奶来了，为什么一定要带你回家？说话。哎，是你自己回来的。爹地是怕你中午没有饭吃，你要在电话里说姑姑跟奶奶来，这不就不用赶着回家了？医生都说了，给我自闭症。你还想让我多说话？对。哎呀，这不愧是你的亲儿子，跟你小时候一个样。哎，别动别动，这是顾淼的妈咪，你动了他的妈咪，他可要动你的妈咪我了。顾淼，想不想见妈咪？顾总，警报响了。有人闯进国泰办公室了。没错，韩宝，别怕，妈咪在这儿。妈咪放心，宝宝一定会带你出去的。总裁，果然有人来修罗小区，但出不了警报。我倒想看看，谁敢动我动过你，还有能耐吗？韩宝，妈咪先送你出去好吗？妈咪，相信我。不行，绝不能让顾夜白发现韩冰跟你长得一样，要不然他就知道你当年上三。子阳，我子阳，总裁。小少爷被司机带走，查到是谁救走洛思雅了。那段时间的监控都黑屏了。洛思雅，还真是小瞧你了。那还要不要洛小姐跟小少爷见面？小少爷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妈咪吗？他不配。我觉得让小少爷跟洛小姐见面不是一件坏事。怎么说？您还记得小少爷上个月的司机张叔吗？小少爷，你可真聪明啊。真是文曲星下凡了。啊，我听见。上个月的司机小李。您的手在抖。那次科学者你可能已经得了绝症。他的焦虑症本来就快好了，结果。你到底想说什么？就凭小少爷的自闭症严重症洁癖。以及他的毒舌功夫，我相信没几个人坚持得了。如果把莫小姐请进家门当保姆，
他们再怎么无私轻生，也坚持不了多久。那就按你说的办，把洛斯也抓起来。可是洛小姐已经走了呀。啊，她母亲不就在这儿？顾夜白竟敢欺负我本小爷的妈咪，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你的厉害。总裁，不好了，我们的网络被黑客入侵了。能够解开我的密钥，算你厉害。韩爷，韩爷，是不是我最近太善良了，总有一些不怕死的来自寻死路？怎么可能呢？外面的人都传您是阎王转世，怎么可能您头上动土呢？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把他的老底给挖出来，要么去找顾总。别，小少爷最近好像挺忙的，要不然您……我看起来很闲吗？滚出去！出去！少爷，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妈咪吗？妈咪，我要妈咪。爹爹已经物色一位阿姨来照顾你的饮食起居，如果你要是相处的融洽的话，爹爹就答应你，带你去见你妈咪。肯定又是顾夜白，卑鄙！顾夜白，你太无耻了，竟然拿我的母亲威胁我！看你的样子，你不像是被威胁的样子。怎么，不怕连累你不行？顾爷，我错了，有什么事您就说吧。找到东西了。保姆雇佣合同，顾夜白，你这是在羞辱我！给顾淼当保姆，你真的同意让我去见我的儿子？洛思雅，请注意你的措辞，是我儿子，不是你。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说。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和他相认。我接受。陆思雅，你又想搞什么把戏？离我远点，否则我会让你永远的消失。顾爷想多了，您的残忍我早就领教过。不过顾爷要是想，我倒是可以配合。毕竟顾爷比外面的男人强多了，不是吗？你该死，把我当鸭子吃呀！过来，顾总，午餐时间到了。我今天第一天上任，跟你顾淼回去做午餐。顾淼不吃陌生人做的饭菜，凭什么是个意外？那你别跟顾淼说饭菜是我做的，就说是你做的。哦，那我做的饭菜，你一个佣人有什么资格吃？谁要你能让顾淼吃？我不吃中午饭。顾淼，下楼吃饭。顾淼，从今天开始，她就是你的保姆，你可要好好相处了。怎么，不好吃？妈咪，
放心吧，妙妙，妈妈一定会把你养得很好的。洛菲亚，请记住你的身份，你只是一个保姆，不要试图妄想。知道了，古言。你还有别的吩咐吗？那就麻烦你把厨具底层的餐具给我清洗一遍。对了，你要觉得无趣的话，还有一些乐高可以试着拼一拼，或许可以帮你度过愉快的一天。我不玩，也不成，还是这么没有耐心。这样吧，你们玩个比赛，如果赢了我，明天一天也得开心，怎么样？一言为定。可能你的离场和大多数一样，不声不响，不痛不痒。每当我来穿越的，你要觉得无趣的话，还有一些乐高可以试着拼一拼，或许可以帮你更快乐。怎么又想起来了？明明都放弃了。我不是故意的。谢谢，我不要。你干嘛这么乖？不是，你过来，陆浩。我们要干什么？给我解开！这是对你应有的惩罚。不就一个碗吗？至于吗？那是我妈妈用的碗。自己弄成这样，是想喝酒的场合。接下来要承受的更多，你要是承受不了的话，就给我撤回。你想报复尽管报，但拜托你下次报复的时候动动脑子，知道你那个无赖害的。除了底层的那些垃圾，我早就想收拾掉。不过你知道我这人是有洁癖的，麻烦出去的时候顺便把他们都带上。你不想他们都带上？你考虑过他的感受？你当年抛弃他们的时候，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如果我知道他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就算出去乞讨也不会离开你。告诉白家，只要白洛伊能够让顾苗醒来，我就答应你。妈咪，请老师交代，你这身伤是怎么来的？妈妈的眼睛都变成红兔子了，妈妈肯定哭过。妈咪没事，妈咪只是在想，没有我，我的小宝贝们会不会很难过。笨蛋妈咪，别怕，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永远保护你。妈咪，彤彤爱你。知道了，妈咪的小宝贝，我们该睡觉了。嗯，妈咪，彤彤晚安。妈妈，好热，我好难受。彤彤。你发烧了，吃完药再睡哦。爸爸，你多陪陪彤彤，我都已经好久没有陪彤彤玩了，你是不是不爱彤彤了？
当然不是啦，妈咪最爱彤彤宝贝和哥哥啦。到底要怎样才能照顾好妈咪？你们可是我拼了命也要守护的人。顾淼，弟弟有个紧急会议，就让白阿姨送你吧。这个小贱人，你不让我送，等我当了顾家主母，顾淼，你这样真的非常没有教养，给我问好。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吗？真是！嗨，我跟一个傻子较什么劲？不过你可别忘了，以后我可就是你妈咪喽。你才不是我妈咪呢！你，顾淼，顾淼，你给我站住！你得让我送你去学校吧。怎么的了啊？家长没教过你对人不礼貌吗？不过也是，嗯，能教出你这种孩子的有什么好？不许说我妈咪！哎哎哎！不许说我妈咪！哎哎哎！你这孩子疯了是吗？哎哎，有人打人了！啊，谁家孩子啊？有没有人管呀？出血了，这下该怎么跟叶北交代呀？别拍了，起来！丢人现眼，给我回去！别拍了，别拍！刚才说你没有教养，你应该反思你的错误。哼，你刚才表现就跟个疯子一样，非常没有风度。接电话，接电话呀！顾淼到底去哪儿了？抱歉，我已经有喜欢的人，我也不会跟你结婚。明天我就亲自去参加学校会议。喂，有件事。白小姐，顾总的车祸中撞伤了喉，大概率有心理因素，只是大概率。孟医生，我要他永远记不起那些事。顾淼，顾淼，你怎么受伤了？莫思雅。白小姐。哦，叶柏跟我说给他找了个保姆，原来就是你，你还不知道吧？我现在呢是叶北。那恭喜白小姐。淼淼，告诉阿姨，你怎么说？还不是没家教，你欺负别人叫什么？不可能，顾淼不会欺负别人。淼淼，你看，阿姨带你去跑回工的。嘿，你叶北。原来你给梁淼找的保姆就是洛小姐呀？你怎么都没告诉我呢？啊，不是，就是思雅因为淼淼跟朋友闹矛盾，竟然不送淼淼去学校了。没关系，思雅，他已经把你忘记了，是真的。哎呀，这没妈的孩子啊，就是可怜，每天换着不同的女子。趁着讨好自己的主子上位子上。我就答应了，谁让你嘴贱？我说错了吗？这穷人啊，就是寒酸，受的教育呢也少，所以啊，就影响了他们小三小四，连教的孩子啊也不学好。是啊。我可不像你这种有钱人，平时随处可见的低配版包包到处去，旁门也不过如此，那总比你这个穿金戴银的女人要强。哦，是吗？地摊货，我也不是
是一些真大的。你今天不道歉就别想走。哎，是你儿子先在我儿子屋里的，为什么要我道歉呀、啊？如果我家顾淼欺负你孩子，我会让他道歉。但是你现在以大欺小欺负我家顾淼，你必须道歉，否则我会起诉你。不许再骂我妈咪了。淼淼，还是送你去医院。那阿姨今天陪你玩。哥哥。妹妹啊，弟弟已经放好水，你一块去洗澡吧。丽丝，你明天不用。为什么？我以为你与家长吵架，孩子逃学，你还有脸？田小姐就是这样告诉我的。顾言，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去找那位家长，为什么带顾淼逃学？我不需要知道这样的女人。你的小作品就暴露了非常不成熟的事情。我知道你很爱孩子，可是这样真的会带坏你。你会照顾好淼的，顾言来，你也是这么想的？那当然是这么想的。我是顾淼以后的妈妈，没有人比我更适合照顾她。我知道。无可救药吧，会如此。毕业就交。我是顾淼以后的妈妈。你就是个骗子。妈妈，你疼吗？你如果疼，我给你哭一哭就不疼了。妈咪，这个老板太坏了，妈咪不要去了，我会养妈咪的。妈咪不累，你们两个小人精，给妈咪加油打气好不好？好。我倒要看看那个老板是什么人，竟敢欺负我韩野的妈咪。嗨，先别说，韩爷我来了。没事。哎，你是谁？你为什么出现在我家？不要，妈咪。爹地。不是镜子，你是人，这是我家，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叫洛清寒，你呢？我叫顾淼。哦，我知道了，我们一定是双胞胎兄弟。这么多年你受苦了。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是来找妈咪的。对了，你见妈咪了吗？妈咪？妈咪在哪儿？你不知道吗？妈咪就在这儿。妈咪叫洛思雅。什么？妈咪是洛思雅？那为什么她要你不要我？没关系，妈妈肯定是有原因的，别伤心。不如我们互换身份，一起找出真相吧。我有没有警告过你不要再这样子？不要拿着顾淼的幌子来接近，这样你教不好孩子。顾言白。姐姐，不要欺负洛思雅，我喜欢你。韩宝，洛思雅，你又在这种中了，最好不要在这种中了，否则我不计划你。我一般不赢，他们是，他们还是。不会让你的孩子知道他们是个人尽可夫的贱货。姐姐，家快点，你妈咪，我也不要你了。有没有？洛思雅，你能不能不要再用那不用的词来称呼我？啊？你有没有变得更活泼了？不是？知道他今天的表现多么像金凤斌？你不要再说。人生短暂，你要精彩，就请把我的爱淘汰。
顾苗，你就那么喜欢陆思雅？嗯，姐姐，不要唤醒妈妈，不要赶陆思雅走，好不好？哎呀，姐姐，你把陆思雅解雇了，她就没有工作了。那你能不能在你们公司给她找一份工作？嗯，爹爹会帮她安排份工作的。嗯，会哭的吗？妈咪，人家表现好，都提前出来了。哥哥他不乖，我不乖。妈咪，人贩子叔叔。叔叔不是人贩子，叔叔不缺钱。把钱和糖都还给你，不许离我朋友那么近。我陆乖，叔叔啊，现在是妈咪的老板，你先去玩，妈咪跟叔叔谈点事儿。好，去吧。韩博马上就要放学了，绝不能让顾夜白见到韩博。陆思雅，明天来光来报道，当清洁工。怎么，顾总突然离不开我了？不过我对你可不感兴趣。这是顾淼求我的，机会只有一次了。我要应聘当网络安全防护员。就凭你啊，你觉得我会随便给一个不知道什么学历的人来担任重要职位吗？啊？顾夜白，你忘记了吧？大学时期我的成绩一直比你好。大学？夜白，这次考试又是第二，这次第一名又是？第一名是谁？为什么？我都想不起来。妈咪，韩梦，快跑！韩梦，快跑！怎么，你做了什么？这么害怕让我见到你的孩子？没有，我只是怕顾爷看到我和我老公的孩子不开心。陆思雅，你最好不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明天记得准时来面试。去面试。韩宝，最近怎么跟突然变个人似的，那么冷酷？哎呀，别人长大了嘛。好，那韩宝要答应妈咪，像今天一样，永远不要让陆思雅再见到你。好。那就恭喜洛小姐加入我们光来集团。慢着，这有些人啊，凭着一张脸到处勾搭人获得利益，你说对的。原来您和洛小姐认识，那真是太好了。洛小姐可是很厉害的。我想你是误会，这洛思雅之前就当小三勾引你，现在汪经理，我觉得面试嘛，应该进行实习。我来替叶白面试，穆思雅，你该不会不敢吧？那抱歉，可以。世界上就没有我解不开的电脑。光来集团拥有世界顶级的黑客高手，如果你能破解任何一点，那就算成功了。要攻破就攻破顾夜白的，这样才有意思，不是吗？对，我就是可以滚了，光来集团不说无用事。我只是想问，你确定要进行下去？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好，今天你成功了，我亲自向你道歉，一言为定。你还真觉得随便动几下电脑就能成为大神了吗？任何一位员工的电脑都没有用，你现在立马滚开，不然还整整年了。耐心等一会儿，还是发问你？你害怕吗？你害怕我进入光蓝抢走顾夜白？你放心，我对变心的男人没有。我也害怕，洛西亚，叶白巴不得他从来都不认识。以前的事情他更是不愿意，你懂吗？保安，
把这女人给我带出去！罗子阳，杀了这人不就来了？当然，顾爷这才相信我的实力。不会吧，顾云不输你吧？那就当我来这公司了。你留下。可是刚才您的未婚妻说我品行不端，技术不行呢。哦，对了，白小姐，你刚才说我成功攻破四十五号限制，那现在？天，天白，我都是为了你好。陆家的夫人绝不是如此的不识大体。知道了，我道歉。陆小姐，抱歉。小鱼的，我会给你最高的待遇。我要离你最近的。不要。顾总不会说话不算数吧？我知道了，记得准时来报道。顾夜白，你答应下课了就陪我打游戏的，你说话不算话。顾夜白，顾夜白。帮我查一份大学的通缉学生名单。韩宝，还是被妈咪认出来了吗？顾苗，顾苗，顾苗，爹爹妈咪都想让我跟着走，我该选谁呀？我走，我只是卫生间。他去南侧去。我在外面等着他。陆思雅，顾淼是我的儿子，你也不是我们家的保姆。顾淼的事情，你没有任何的权利和义务。可是他是我。顾淼，快跟叔叔玩一玩啊，别紧张。韩宝，等着妈咪，妈咪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肖少爷。你才去工作了，我在这好好待一会儿行不行？叔叔，如果爹爹回来发现我不见了，他会怎么惩罚你？如果发现小少爷你不见了，那你的爹爹大概会让我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吧？那如果你不在了，他会怎么惩罚我呢？如果我不在了，那总裁应该会无视这个事实吧？所以说你不会让我逃走的？叔叔，你是不是觉得我今天的话特别多？你今天不仅话特别多，你的表情动作都特别多。叔叔，你举起手来，还会发现其他神奇。这样吗？叔叔，别怕。我们现在玩一个密室逃脱的游戏，给你半个小时，你得想办法逃出去，你可以吗？那叔叔你自己玩吧，我走喽。妈咪，我回来了。回来就好。以后再也不准去怪叔叔那里了，知不知道？妈妈差点就见不到你了。妈咪放心，我以后再也不需要你担心了。看来要找个机会跟顾苗聊一聊，到底怎么撮合爹爹妈咪了。唉，生活不易。陈胜，陈胜，你被震动了。你们是
说都老欺负你吗？要不要我帮你做好？你先躲起来，暴龙立刻出动。你先躲起来，暴龙立刻出动。小姑姑，顾淼，小姑姑，你快过来，我带你见见我的朋友。顾淼，顾淼，顾淼，你在哪儿啊？快出来呀！唉，真是丢人。顾淼，你不会真的结婚了吧？哎呀，我的老天哪！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家顾淼啊？顾淼，快让姑姑抱抱你。啊！哎呀！哥，顾淼把你怎么样了？他没把我怎么样，顾淼出大事儿了。我今天不是见到顾淼了吗？他的情绪波动很大，一会儿骂我神经，一会儿又叫我小姑姑，还冲我笑。哥，你赶紧找个医生看看吧，给他。哎呀，我家的小恶魔可千万不要有事儿啊！我愿意用我哥五年，不，我愿意用我哥十年的桃花源来换。哥，你赶紧找个医生看看吧，给他。顾淼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很大，我建议您带顾淼去光来专门检查一下。洛思雅是妈咪，只要爹地和妈咪复合，我的病就好了。不行，这不真不行了，啊！顾爷爷，你冷静点，到底怎么了？我现在给你一个亿，给我赶到国外去，你这辈子都别回来，别想再见到顾淼。顾淼是我的孩子，我有权利去看他。孩子，当初狠心抛弃顾淼离开，现在因为你的回来，顾淼他都是精神分裂。到底想怎么样？给我滚出去！滚！顾淼怎么可能会得精神分裂呢？我要去看他。由不得你，别忘了，母亲的命还在我手上。我答应。喂，顾总，您的大学统计学生名单已经发进您邮箱了。顾淼，对不起，都是妈妈的错，是妈妈对不起。那是我妈咪问的我，不许再骂我妈咪了。妈咪怎么了？妈咪没事，汉堡。妈咪。决定带你和彤彤去国外定居。啊？什么时候走啊？后天，妈妈先去收拾行李。顾淼，后天我们就要去国外了，怎么办？妈咪，我要找妈咪。顾淼，顾淼，你要去哪儿啊？哎呀，算了，先跟上再说。妈咪，顾淼，一定是韩某偷走去。妈咪，你为什么不要我？淼淼，真的是你。韩某，彤彤，快出来看看谁来了。哇，有两个韩宝。等会儿，让妈妈先冷静一下，看看如何介绍你的。妈咪，他是顾淼，是哥哥还是弟弟就不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我和顾淼已经见过面了。你别走。淼淼，是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不敢放弃你，妈妈这次不走。妈咪别哭，我原谅你了。太好了，我有两个哥哥了，这真酷。才不是，妈咪还没说顾苗是哥哥还是弟弟，也许他是最小的。苗苗是哥哥哦。啊！陆思远，你开门，我知道你在家。别出声，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没用的，爹地想做的事情要做不成的。我回去。你爹地要给你进行精神分裂的治疗啊。妙妙，妈妈相信你没有事，对不对？妈妈对不起，都怪我前几天和顾苗计划没有演好，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替顾苗回去。韩宝，你像活泼主意多，委屈你了。苗苗，彤彤，快藏起来。嗯嗯。妈咪，别担心我，我会好好的。顾苗，我不是想你。他就是我妈咪，虽然我和你长得像，那只能说明你的基因太欺负人，隐藏了妈咪那些温柔的基因。顾淼啊，你今天呢可是太可爱了。爹地，你听着呗，干嘛隐藏自己的情绪？你又不是忍者神龟。今天心情这么好啊？嘿嘿。爹地，你别生气了，下次我离家出走的时候会给你打招呼的。还该有第二的。离家出走一时爽，一直离家出走一直爽。你这双重人格也太令人惊艳了吧。一种是酷帅到极致，一种是可爱到极致。小姑姑都很喜欢，怎么办呀？小姑姑，你孤陋寡闻了，我这不是两重人格，是被人夺舍重生的。嘟嘟嘟嘟嘟嘟。你帮我查一下，为什么顾淼每次见到陆思远之后，都会变成另外一种人？嗯，好，没问题。为了姑姑，咱们啊，怎么换个地方住了？大嫂。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要搬家出走，还要骗过我哥。妹儿，我只是想离顾淼近一些，你能理解的吗？没有人能违抗我哥的命令，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我哥。不行，妹儿，我都还猜在你哥那，我不能出国。妹儿，求你了，你就相信我这一次，我发誓，我以后一定离你哥远远的。不许欺负我妈咪！不许欺负我妈咪！顾淼，嫂子，你把淼妹骗到这里，她现在应该在我哥的身边啊！是啊，可是你哥犯了错，顾淼他没有资历正经对证，他却要带顾淼去治病，这不是很可笑？我必须要保护我自己的孩子。嫂子，这对我哥来说不公平。是，孩子是你生的，但是你知道我哥为了照顾顾淼这五年付出多大的代价吗？他为了照顾顾淼的情绪，把家里的保姆司机都辞掉了，又当爹又当妈的照顾淼淼。你一回来就要夺走他的心肝宝贝，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我没那么残忍了呀，我也是当母亲的，亲情割舍的痛我都明白。你放心，我不会那么做。可是事实就摆在面前，他现在在你身边。没有，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你哥，顾淼就在他身边。喂，哥，淼淼呢？啊，没有在。怎么了？什么？淼淼？两个淼淼，从自闭症到精分症。从分身到夺舍，哎呀，这是现实版的穿越玄幻吗？阿姨，该吃药了。顾淼和涵涵啊是双胞胎，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性格不一样。所以，妹儿，你千万不能告诉你哥，我只是怕他。嗯，我懂。顾夜柏那个冷面包肯定会把孩子抢走的。嫂子，你就安心住着，这次我一定帮你啊。哎呀，这个小天使又是谁呀？真是萌爆了！要不然呢，给我们顾家当个童养媳吧。神经！你个臭小子，姑姑给你找媳妇呢，关你什么呢？小姑姑，你是学渣吗？兄妹之间是不能结婚的哟。你胡说什么？我可是学霸，七七第一名呢。都说，胡说，正说。小姑姑，我明白了，原来你们班只有一名学生啊。哥哥，我们一起去玩玩具。兄妹，大嫂，你改嫁了？一胎三宝。我去，我哥也太厉害了吧！是，那嫂子，我送你回家，咱们好好聊聊。既然没去夺话，那好大的胆子！陆思雅，嫂子快跑！顾明华，你真的是吃了凶心豹子胆了，竟然敢拦我！乞丐！哥，虐妻之手，别去火葬场啊！我只知道一直虐你之手，乞丐！顾明，谁让你回来了？先带你回家，走。不许带走我哥哥！哎，我才不哭呢，我才不要做爹爹，我刚刚只是眼睛里进沙子了。嫂子，我哥把顾淼带走了，你快让涵涵回来啊。涵宝，淼淼被发现了，你快想办法回来。韩宝，你别吓妈咪啊！韩宝，怎么办？韩宝出事了，美儿，怎么办啊？不用怪我，都怪我，韩宝，我不对不起你。妈妈，别哭了，哥哥不会有事的。嫂子，我们打电话告诉我哥吧。嫂子，我们打电话告诉我哥吧。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我一定会还你的。嫂子，这么多现金，只有我哥一下子能拿出来了。为了韩宝的安全，我们打电话告诉我哥吧。喂，哥，你儿子出事了，你快去救他呀！你又在发什么疯？韩宝，顾淼，不会是你儿子被绑架了吧？顾夜白，那也是你的儿子啊！还真是没猜错呀，你的这个儿子又是什么时候生的？是在我们结婚之前？还是在我离婚之后。顾夜白，我现在没心思跟你讨论这个。我求求你，借我一个亿，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陆思雅，凭什么？凭什么让我帮你救你跟其他男人的孩子，还让顾淼更加担心？顾淼，这危险，跟爹地回家。爹地叫韩宝。顾淼不担心，爹地已经报警了，警察叔叔会帮他。顾夜白，你凭什么报警？你知不知道报警对人质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看在顾淼的份上才替你报的警，就凭你这种什么都没有的女人，给得起绑匪要的巨款吗？不报警的话，你就等着被撕票吧。撕票？顾夜白，世界上谁都可以这么说，但是你没有资格。陆思雅，你竟敢打我！你该打顾夜白，
你知不知道？顾言，我求你，念在往日的情分上，帮我这一次。以前的情分，你算计了群里的情分。那次以来，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的情分。你这种求我的方式，我不满意。或许你可以换一种方式，跪下求我。好，一个易换一个贵，值得。顾言，希望你永远不会后悔。当然不会。大哥，大嫂跟你借一个亿，你就借给他呀。如果你见到韩宝，就算是十个亿，你也会借给他的。顾妹啊，你凭什么认定我会帮这个小孩？你知道我有多憎恨他？为亲生儿子花十个亿，你会不愿意吗？那不是我的儿子。现在绑架犯手上是你的亲生儿子洛星寒。顾妹啊，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来欺骗你的哥哥。韩宝和顾淼是双胞胎。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说，洛星寒是你的亲生儿子，如假包换。哥，你爱娘娘，但是我也想请你分一杯羹给韩宝。你先不能来回家，我去救人。我跟你一起。你一定要帮我救出韩宝。差点被这个狡诈的男人迷惑，一个骗子而已。这次没能帮成你，不会怪我。不会，只要涵涵能平安归来，我就是失去他一次。对，你一定要帮我找涵涵的父亲，我就只是他。妈咪，我讨厌坏蛋你，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大哥，让那孩子跑了，白小姐不会放过我们的。不管了，反正钱已经到手了，赶紧跑吧。啊，抓了儿子还交钱？你是韩宝吗？我是你爸爸。大夫，你出来搞笑了吧？陆思雅又在骗我。陆思雅又在骗我。顾爷，外面的劫匪已经全部捉到，怎么处理？啥？顾爷，你大人大量，原谅我们吧，我们就抓了两个孩子。另外一个呢？跑了。顾爷，那这两个怎么处理？送到公安局去。废物，连个野种都弄不死，还让那个贱人给孩子缠上了叶白。要不是他，我早就嫁给叶柏了。还不是你自己没本事，都已经消除顾叶柏记忆了，还没办法让他来。要不是我换了那份诉状，你才能不来。少在这儿幸灾乐祸！你去勾引罗思言，让他离开叶柏。我可不喜欢粘人的女人。白景玉，你别忘了，你只是白家的私生子，我可以让你什么都懂。我会看你们。韩宝，弟弟，我爱你。弟弟，我爱你。爹爹也爱你，跟爹爹回家好吗？顾月白，你不能再抢走韩宝。五年前放你孩子抚养权这件事，我不认。顾家的血脉，一个都不能少。
韩宝，你先去房间玩好吗？我跟妈妈单独聊一会儿。洛思雅，关于韩宝的抚养权，我势在必得。你要是配合，我可以给你十个亿，足够你母女俩衣食无忧一辈子。你要是不配合，我会让你一无所有。洛思雅，顾夜半，我告诉你，你就算把光来都给我，我也不要。在我心里，韩宝就是我的。你钟情高是吧？好啊，就是你。今天之内把韩宝送去，我让你陆家的弟弟收拾。顾夜半，你不能，那是我妈妈一辈子的心血，你不能毁了她。你就该关一关，你知道我什么？洛思雅，为什么还没死？洛思雅，求你还是赶紧把孩子还给顾爷吧，能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让我们整个洛氏陪葬？洛思雅，你就跟你那个死了的妈一样贱！以后滚出洛家！洛家的一切呀、啊，都是我。你休想从洛家带走证据！管家，我把他身上的衣服都扒了。我妈一手创立的洛氏被你们夺走，现在洛氏要完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们凭什么觉得我会为了你们出卖自己的孩子？我会修改遗嘱，给你洛氏5%的股份。顾夜柏给我20亿都不能得到韩宝的抚养权，区区一个洛家5%的股份，看来我还是找顾夜柏比较合适。30%。40%，这是我的底线了。你个死丫头，你不过是我们洛氏养的条狗罢了。给你5%的股份，我其实便宜你。你想私吞我们整个洛氏啊？洛氏，我还看不上。洛氏，我还看不上。贱人，你敢打我？你敢啊？你今天敢动我半根毫毛，明天我就让洛氏背光了。看着你们从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到今天，看着你们过猪狗不如的生活。思雅，我可是你亲爸呀，你不如眼睁睁的看着你妈一手创建的洛氏毁于一旦吗？现在想到我母亲，想完我答应。让他跪下给我道歉。你休想！你算老几啊？没事。让我给他跪下？不可能！我们洛氏被雪害得这么惨，心里没点数吗？就算是拥有他，可是你们别忘了，解铃还需系铃人。想要救洛氏，还是得靠我。你贱人！洛氏！可不，你把我妈从正宫的位置撵下来，是我妈该用的时候，用我妈该用的钱，甚至在我妈生病时你还坐几下，你就不无耻了？跪下！我这就对了，将洛氏80%的股份转给以后洛氏我出钱。好，我会找机会和顾总说去。一个传家宝换一个要求，不过分吧？贱人，你知道这衣服有多贵吗？竟然敢撞我，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对不起，不会原价赔偿，
思雅，你来该不会是想借着涵涵跟叶柏要钱吧？你跟叶柏都快结婚了，你能不能不要再骚扰叶柏？什么？你这个贱人竟然跟洛雨抢男人！呸！小三不得好死，说过了，说过了就闭嘴。你急着当白洛雨的狗，也不用那么快就暴露职称。这件衣服的钱我会还你，过一件仿版衣服也就只有你会做。贱人，竟然敢那么说我！不愧是生了怪胎的女人，总裁被你这种女人给缠上，真是倒了八辈子。我的儿子不是怪胎，道歉。这就受不了了，你的儿子就是个怪胎，怪胎和你一样的怪胎。到时候洛雨会身负负责，总裁会将你们都扔进来。嘴贱是你，那我就帮你治治。吵什么？吵什么？我不过是劝告这位小姐，在工作场合不要大吵大叫，她就生气打我。我没有，不是。叶白确实是洛小姐的不对，可能洛小姐确实不适合我们公司的。阴险狡诈，欺负他人，洛思雅，你还真让我刮目相看。我倒想看看，你还能做出多少无耻下贱的事情。你觉得你这样入功不浅？我没有，我真的没有。顾夜白，你为什么就不能信我？像你这样的人不值得我的信任。你弄这个项链。我洛思雅，洛思雅。叶白，滚！叶白，陆思雅绝对不会再让你待在叶白身边的。叶白已经把你们的一切都忘了，他一定不会再记起来的。顾媚儿的宴会就是你最好的机会，我已经等不及了。怎么还不行啊？是不是想让我帮你母亲转运？不要！天使之泪怎么会在你手上？顾夜白，怎么，你连自己送的传家宝都忘得干干净净？你会不知道为什么天使之泪在我手上？你们一直在寻财色，机会只有一次。这是你送我的。你在大学的时候送我的，你就真的那么不想相信吗？大学，洛思雅，你别再骗了，我已经找人查了当年学生名单，根本就没有你。不可能，堂堂顾总，为了躲避我，竟然不惜说瞎话。顾言，你可以不承认我们的关系，我现在把天使之泪还给你，只有一个要求。不要你和洛氏合作。原来是为了洛氏，你这个女人为了达到目的还不择手段。我说过，要想救洛氏，你就是个野种。要不是你妈的，叶白娶的人就是我了。真是个傻子，就你。哎，我告诉你，顾家的一切以后都是我和叶柏的孩子，你什么都不是。我会把你和洛星寒都弄死。哦，对了，如果你敢告诉别人，你猜洛思雅会不会意外的出点事情？娘娘，我来了。你
苗苗，你们在干什么？你就是涵涵呀，我是你以后的妈咪哦。怎么回事？是，两个小家伙可能吵架了。韩宝一来，美妙就成这个样子了。韩宝，顾淼，开门。告诉弟弟，你们都做了什么？天哪，这房间怎么乱成这样？你们不是打架了吗？你们打架了？你们打架了，是不是？涵涵，是不是你？涵涵，撒谎可是不乖的，过来，把那边的屋子清理干净。小明，不担心啊，弟弟帮你重新布置。弟弟，大坏蛋，我再也不要你了。涵宝。我太喜欢吃你了，我不是很爱吃。韩宝，怎么了？妈咪，你的不爱我。阿布布，告诉妈咪，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妈咪，对不起，我不小心把顾苗心爱的东西给弄坏了。弟弟把我砸成房间，还没有说原谅我。宝宝乖，弟弟一定是爱你的，要不然弟弟也不会费尽心思和妈咪抢你的抚养权了。妈咪，你帮我告诉弟弟。那些打破的东西，我展展一定会赚钱还给他的。嗯，妈咪相信啊，咱们韩宝一定是个有担当的男子汉。好了，宝贝，不哭了，咱们回房休息。韩宝呢？顾爷，我们聊聊。顾爷，我不会再让韩宝离开，你对他造成的伤害太……你对他造成的伤害太……告诉你啊，韩宝现在还小，他不知道自己的成长环境对他有多重要。我们是大人。我们就得用大人的方式来决定他的未来。可是韩宝并不想要这样的未来。顾爷，请你离开，我会和韩宝商量的。苗苗，今天怎么样啊？妈咪，我好害怕，不要离开我。苗苗，苗苗，你怎么了？陆子阳，我要你回来做我们家的。顾爷们，你若真心为了孩子好，就不该提出让我做保姆这样的建议。我是他们的妈妈。什么意思？你还指望着孩子与我复合是不是？做梦！你真当我没脸没皮，可以毫不在意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会留在这里，但我会付你租金。还有，你不能在这对博士。可以，那请你管教好自己的孩子，否则我不介意帮别人管教一下孩子。绝不能受这个小渣的女人蛊惑，她说的都是假的。妈咪，姑姑一点都不喜欢我，只喜欢哥哥吧，还让哥哥转学。彤彤真是讨厌死这里了。彤彤已经那么恨顾叶白了吗？我好像真的做错。他，叔叔啊，其实最喜欢彤彤了，他只是不喜欢表达。下次啊，彤彤见到叔叔主动一些，一定会喜欢彤彤。真的吗？嗯。那只要是叔叔不欺负妈咪，我一定会答应妈咪以后对他友好一点的。咱们彤彤啊，是世界上最乖的宝贝啦。叔叔累了吧，喝水。今天倒是挺听话，说吧，想要什么？怎么兴奋的不知道想要什么？我才不求你呢，我最讨厌你了。妹妹，这就是你教的，还真是不讨喜啊。你眼光这么差，他父亲怕是好不到哪去吧。对啊，我就是眼瞎才会伤害到他。顾夜白，我知道你宠爱韩宝苗苗，但是你这样做，知不知道彤彤会有多难过？你就不能把你的爱多分给彤彤一点吗？哪怕就这一次。陆思雅，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每一次见到他，我都会想到那个长生不息的男人三言四语。可是彤彤，哥，嫂子，你们在客厅也太重口味了吧？想多了，他只是我们家的一个保姆。啊，我懂我懂，角色扮演。哎，对，哥，过几天我的生日宴会，你和嫂子一定会参加的，对吧？妹儿，等我处理完洛氏工作，尽量去好吗？啊，那好吧，那你忙完一定要来哦，一定要来。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你最好不要辜负我。哥，听说陆思雅回来，你那么疼她，要不要我帮你把她甩掉啊？大嫂，呀，哥哥今天穿那个小礼裳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抱歉啊，妹儿，吃情侣装，你可别吓我了。你哥只适合一个人。洛思雅，别得罪景晨。都有得罪，但我不会吧？你，顾总，你也不想咱们俩上明天的头条吧？那就离我远一点。就是你抢了洛雨的男朋友啊，一个没落家族的土包子也就只敢躲在角落了。这种人就应该独自待在阴暗的角落里，真是玷污了这个地方。即使你来了这个地方，也不过就是野鸡而已，真想变成凤凰。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走。
小哥哥，可以跟你一起跳支舞吗？能和美女跳舞吗？我求之不得。好熟悉的感觉。你是不是以前一起跳过舞？哎，干嘛呢？顾云白怎么办啊？这一点点我不会跳，我肯定要出丑。哦，顾爷您记错了，我什么身份，怎么会和顾爷一起跳？顾爷，您说说。陆子雅，你别装神了，你这招欲擒故纵对我没用。什么欲擒故纵？明明现在表现的主动的是你，好吗？是吗？那么六年前是谁主动发生？那是我眼瞎，我追我摸到线，我脑袋进水了才会做这种事。如果时光倒流，我一定不会这样选择。我会离你远一点。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最好不要对我有一丝一毫的幻想，否则我会让你更加难过。贱人，绝对不会让叶白再次被你勾引，赶紧去做好你的事。小姐，有人说要见你。好啊。终于来了，好戏正式开场了。哟，还是个美女。别装了，想要合作就要拿出诚意。这人好没情趣。行了，说正事吧。以我目前的情况，你也知道，和我合作是最没意思的。行，我们各取所需，但是你要敢害我，就别怪我让你失去作为男人的资本喽。我可不敢，姑奶奶。不过，白鹿鱼要知道我什么都没做，肯定不会放过我的。你总得帮我演场戏骗我。这样总可以了吧？你呢，可以给白鹿鱼一个交代，而我，则说自己是被陷害的。陆小姐，我可是个正常人。各位，有人在休息室听见了一对男女的声音，我想大家还是去看看吧，以免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现在不在的不就是白小姨和顾家那个？你真是豪放！这件事情，洛小姐必须给我们白家一个交代。洛子雅，谁让你在媚儿的晚宴上勾引他？顾爷，我是被人陷害的呀，是有人带我过来的。都出去！说，那人长啥样？还是说？你又想骗我？好像是个女的，长得很高挑，很性感。说重点。我说的就是重点啊。脸。长得很抽象，她的脸就好像是被车轮碾压过来的。能不能形容的更加具体一点？她的脸，她的嘴巴，她的鼻子，只要他能力如此缺陷，那就给我用手。抓出来。
知道了，出去吧。对了，你有没有跟韩宝的老师要见家长？月月，查一下今天晚上陷害洛西的到底是谁。战恒，今天两个孩子，请您务必带回去，我们幼儿园没能力管了。老师，您先别急，他们到底怎么办？孩子都是好孩子，一个过敏孩子，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不说，还说我的问题是弱智问题，现在搞得我们班没有一个同学回答我的问题。那韩宝呢？太活泼了，一口气打了隔壁班五个男生，打得鼻青脸肿。老师，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们。孩子走了，你们两个先带妹妹一起回家。你不是说我们犯错了，妈咪会揍我们吗？保护我们以前的承诺吧。哦，对了，如果你犯错了，爹地会怎么惩罚你？面壁思过。那还好，只要不是双打，我们的屁股应该剩半边，可以幸存下来坐板凳。韩宝，你找谁求救呢？来，你告诉妈咪，为什么要打别人还一打五？你长能耐了是吧？妈咪，我错了，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打架了。男女有别，求求你不要打我的小屁股，传出去会被人嘲笑的。臭小子，你长大了还知道男女有别了是不是？我非得找个家法好好治治你。我要找你，你是你的儿子要找你。骚扰电话，你继续。顾总，之前带洛小姐去休息室扶生找到她，不过听说是白小姐指使。白洛雨，是。我看到了一张您校友提供的一张照片。顾总，您确定以前不认识高小姐？知道了，你不用查了。今天早点下班。是。听不听话？听不听话？知不知道？知不知道错了？顾爷。洛思雅，我们以前是不是认识？怎么不敢说话？顾夜白，你是真的不记得我们的以前了是吗？什么以前？陆思雅，我警告你啊，不要再欺骗我。没有以前，什么都没有，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陆思雅，你好一个没有以前，好一个不认识。你要被我发现你欺骗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妈咪，你别哭了，今天打人是因为那些人逼彤彤做他们的女朋友。是因为这个打人？我说我家的白菜岂能被猪给拱了？那几个小子就说我骂他们是猪，冲上来就要揍我。白菜被猪拱了，这话谁教你的？小姑姑。我可得好好找你们小姑姑聊聊了。那淼淼为什么会说那么为难老师的话？我相信我们家淼淼绝对是乖宝宝，对不对？老师问我，
三只猪里，老大懒惰，老二耍聪明，只有老三勤劳务实。老师问我选到哪头猪，我说只有智障才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想当猪。我知道我们家淼淼聪明，但是老师们说这话是没有恶意的，他们呀只是想教你们一个道理。下次我们见到老师，给他道个歉好吗？嗯。来，你说诺斯亚说的会不会是真的？我们以前就认识，只不过我忘了。三哥，你开什么玩笑啊？哪有人什么都记得，就忘了他一个人？你会听他鬼话听多了，被洗脑了吧？三哥，我真喜欢上那个女人了。你别忘了，他的外边还有一个野男人的孩子。闭嘴。三哥，三哥。所以，我还是把这事告诉梅尔和洛雨吧。什么？我马上去。顾爷，你平时那么凶，突然就倒下了。当初要不是……我个贱人，你要跟叶白算什么？不准你靠近叶白，你给我滚出去！话说都说了，我不做点，好像对不起你。哎你！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你醒了，一百都醒了，你还不赶快滚出去！我，一百，我才是你的未婚妻，我虽然只是个保姆，你是不是说错了呀？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的。滚出去！顾爷，那我也先滚出去了。陆子雅，你到底在哪上的大学？顾爷，您又想试探什么？有意思？陆子雅，少给我废话！你到底学的是什么专业？看着我回答。顾爷，我只是个小百姓，进不起你。你应该关心的是白露，对。这就是你心里的想法。你觉得我应该关心白露雨？是。露思雅，你到底在隐瞒着什么？你一定会把我们一点一点的挖掘出来。通知白家，解除婚约，二十亿的项目送。阿咪，我好想你啊！怎么回事？有人欺负妹妹，我替妹妹报仇了。苗苗，韩宝，你们千万不能为男人伤害自己，这样弟弟会心疼。毕竟以前我们毫无关系，不是吗？你自己。好，烦着你，他不喜欢我，他还故意挂断我的电话。我们同学都说我只有妈咪，没有 daddy。我们哥哥是不是不一样呀？没关系，哥哥会永远保护好你的。彤彤，对不起，都是妈妈太自私，才害宝贝受了伤。妈咪想通了，只要咱们彤彤开心啊，我就什么都不要了。顾爷，你要不要多一个女儿？洛思雅，你是准备把你女儿送给我们顾家？洛思雅，你觉得我可以大度的接受你跟别的男人吗？我恨不得他从未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顾爷们，你不能这样，你知不知道彤彤打死你？
你不要点点，我求求你不要离开彤彤，彤彤害怕。怕我一怕就他们。彤彤乖，妈咪不会离开彤彤的。走，妈咪带你离开。好不好？要结束都已经来不及。傅爷，你顾家的大门我自然高攀不起。等苗苗、韩宝彻底失去，我们会永远离开的。也请不要再伤害他。是你先引起我注意的。我想花一直奋不顾身，永远都别想解开。是我太傻。彤彤乖，等妈咪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就带你离开好吗？嗯，好。什么？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别生气嘛，还不都是白落雨怪我勾引你不利，要把我从白氏赶出去。千万得帮我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好冷漠啊！不过白氏可是洛氏最大的竞争对手，决定不要我的帮助。就当我的助理，被我勾引一下吧。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办入职手续。看来洛思雅还没发现顾夜白嫂的行踪，事情真是越来越有趣。洛思雅，你竟然还敢介入白氏，这个贱人！要不是因为你，你们也会跟我去找文渊。顾爷终于看清了你这个恶人，真是可惜不报。思雅，你也不过就是洛思雅的弱水狗而已，还敢嘲笑我，我看你是找死！你呢，还不是趁着顾夜白失忆趁虚而入？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我在公转署，不愿让我爸知道，你居然找这么个贱人来侮辱我！哼，打不过就开始摇人，我跟着你过去。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把我如何。啊！哎，顾少，苏思雅被我妹妹抓走了。妈，就是他敢在白氏打我，我看他分明就是看不起您。是咱们白氏。你就是洛思雅？是。你跑来我们白氏，拿我们白氏的千金？洛思雅，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快快跪下给我的女儿道歉。董事长，我再怎么落魄也是顾爷孩子的母亲，你就不怕我告诉你？洛思雅，叶北那么讨厌你，他怎么会替你出头啊？爸，他在撒谎呢！我爸亲口对我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他讨厌的女人，除了罗思雅。他真的这么说过？顾少对你，不仅仅是讨厌，更是厌恶、憎恨。他还说见了你就想撕了你。他最常感叹的事啊，就是顾淼为什么是你生的。看啊，你就是那么让人恶心的人。我想起来了，顾夫人曾经说过，顾爷对他的前妻是无比的憎恨，还不快把他绑起来，给我的女儿整去。白落雨，即使顾夜白忘记我，依旧是孩子的母亲，而你呢，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被随时抛弃的人罢了。白落雨，你可真可悲啊！把他给我压着，快！我嫉妒你，你不过就是叶北抛弃的贱人，我不去死啊！不死，警告我，叶北惹你，借一次收拾你，你还怎么嚣张？
陆思雅，白叔，这就是你管教的好女儿。今天我要是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戴一星，你害惨了我了！你现在就过去跪着认错。如果顾爷不能原谅你，你就死去。爸，你相信我，你爸已经把那个贱人给忘记了。一定会娶我，到时候我们大家只会越来越发达的。最后的机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别怪我无情。是顾夜摆救我，他竟然会从白落雨那救我。只是可惜，迟来的偏爱又有什么用呢？思雅，对不起，我上次不该打你的，是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若不是顾爷施压，想必你也不会来。我不需要你虚伪的道歉，同样我也是。以后我对你的每次伤害都不会感到感激。罗思雅，你跪下，跪下！不诚心的道歉要脸没用，握手的东西，你要再敢动罗思雅一根汗毛，我让你们整个白氏陪葬。给我滚！这个惩罚满意吗？露思雅，我顾夜白只爱你一个人，你可以站在我后面。要是不喜欢我，就别来招惹我。你以为我有钱，你不行吗？顾爷，我不像你会无缘无故的憎恨，也不会轻易的爱上一个人。我做不到。不是轻易。我已经知道了，我全都知道了。林月已经找到我们以前的照片，我们以前就认识。你重新回到自己好吧？那又怎么样？顾夜白，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陆思雅，你听我说，我还有事，先出去。就在这天，陆思，我不轻易跟你接电话，你是怎么做出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你，大嫂，我跟你说，前任有后看上了我们家童宝，想要收童宝，趁我哥不知道孩子的。我有事先出去。陆思雅。不该给我个解释吗？童童的身世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还是说童童的父亲就是……顾爷，童童的父亲已经死了，就不要再提这种伤心事。我先带童童去见你。通过洛星童的基因检测去基因库一个个给我匹配，我要洛星童的祖父。我爱你的心胸明明那么开阔，为什么就只爱我的哥哥们，哪怕都比我一丝丝，一点也不爱我吗？可惜偏偏是别人的女儿，我和思雅若是有个女儿该有多好。你是怪人，离我妈妈远一点。最好乖一点，我总比你亲爸对你好。要不然，洛思雅不至于提问。你们都是坏爸爸，你们是世界上最坏最坏的爸爸了，你
你们要么就是骂，就是打。惩罚的方式我有几来种。你管住他，你打我的哥哥吗？难不成你妈妈只有你一个女儿不成？啊？彤彤，他还只是一个孩子，你怎么敢？怎么敢这么对他？难道就因为他不是你的孩子，你就要这么对他吗？那我告诉你，他就是你的女儿。哥，你这次真的是太过分了。彤彤他毕竟是你的孩子啊。顾夜本，你就这么嫌弃他？哪怕连一点点的爱都不愿意分给他？抱歉，我以后会注意，但是你们也不必骗我。妈咪，我躺着，我要离开这里。你带我离开好不好？彤彤乖，妈咪带你离开。顾夜白，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伤害你。你说喜欢我，却把我忘了。你说你爱我，却如此厌恶我。顾言白，你的爱太自私，太恶心。思雅，你给我回来！你这想干嘛？我最好别触碰你的底线。底线？你的底线又是什么？我的底线是什么？那就是不许离家出走。可顾夜白，你不爱我，你不能忘记这一家这么对我。我告诉你，你最好给我听清楚，是你当初答应要永远嫁给我，所以你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顾家。顾夜白，你想起来，可我已经不想再介意这些事了。放过我，我会带头回来的。你既然为了那个女孩连我们的孩子都没有，这辈子只能是我。就让我在轮回的边缘等一道光线。顾夜白，你哪怕有一分我爱我，也不会如此侮辱我。你知道彤彤有多少爱你？侮辱吗？你知道我每天看着你跟那个野男人生的孩子有多么痛苦？这个小当初错过你，是不是彤彤就是我们的孩子？够了，傀儡！天使之泪我已经还给你，我们两清。我走了，你别再难过。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你就不能再等等我？这马上要想起来了，我心啊！我走后，你别再想我。尽管有太多的不舍，这是你要的自由，我还给你了。都不会怪妈咪。我才不要爹地呢，他讨厌我，他还欺负你，我最讨厌爹地。彤彤，你不要怪爹地好不好？都是因为妈妈没有保护好彤彤，下次再见到他，就喊他一声爹地好不好？子雅，我早就说过，让你离白远一点，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不嘛，就让这个野种陪你一起去死。黄泉路上还有个作伴的，你不能伤害彤彤，你敢动彤彤，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倒要看看，怎么不放过我？
和洛星瞳夹起来的手感会不会不一样呢？白洛雨，你别伤害彤彤，你要对着问我。是啊，妈妈，我好疼！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伤害彤彤，你不是想让我离开吗？我带着彤彤一起跟离得远远的，再也不会回来。现在，我啊，真以为我会放过你们吗？若思雅，要怪就是不怪你挡我的路。放开他！白白，死无葬身之地。不是这样的吗？我该是这样的，对我这么残忍，我为你已经失去一切了。我不会放过他的，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啊！为什么今天洛思雅和洛星瞳，你只能选一个？顾夜白，我求求你，求彤彤，我选。当年我打败了这个奸商，你说会娶我的？只要他们死了，你还是会娶我的人。我杀了你！不死吗？其实不死呀。也许来来回回都是个人的也许走走停停还遗留在你不会出现的爱你最好等我一点不然消失不见不是我不相信好彤彤的父辈关系都找到了，爷，我要看看谁敢动我的。科考第一弹，男，顾蛋蛋，亲，林海燕。顾总真的是非常人呀。狠起来连自己先人都骂。继续。第二代男顾金超妻黄佑。第三代第三代这可是现在家主的名字呀。我今天不会死到这里吧。顾总我不敢念呀。念。是。顾战真是需要我。林晨不是顾家的，我是彤彤的祖父。你怎么笨的事？总裁，我找的就是彤彤的祖父呀。你是说，恭喜总裁，喜到贵宾。我找到白洛雨，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是，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我才做了思雅这么多年，才会伤害我的。你就是你。你醒了，彤彤。彤彤呢？彤彤没事，我已经把她送回家了。顾夜白，谢谢你，也对不起，我一直没告诉你，彤彤她是你的女儿。
你为什么要骗我？要不是这一次，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你就一直让我恨着我自己的亲生女儿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怕你会抢走他。顾言文，彤彤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真的不能失去他。那你就跟我在一起，这也是你能跟孩子在一起的唯一机会。好，罗思瑶，我倒要看看你能逼我到什么时候。既然你不同意，那你休想再见到我们的孩子。我曾经为了祈求你的爱失去了太多，现在为了孩子，我也要绝情了。白大少，还需要助理吗？怎么样？不知道够不够格当白大少的助理呢？当然够格，不过顾源只怕你冲死。我的事情他管不着。他马上就要来了，你猜他是来干什么？我易容了，他认不出来你的。大概是因为你抢了他的生意，他要来找你算账的。他来了。好帅的帅哥呀，白总，你怎么也不给我介绍一下？白景瑜竟然让他出卖思想来对付客人，可恶！帅哥，看你这么帅，不如做我的情人。知道跟我作对的下场。我没明白你有什么意思。那我真糊涂。顾言去再告我们小开的生意。季夫人需要做出的是什么？无耻！你们当时挺过气。好的。哎，顾言，你听我说，顾言。顾言，我求您放了白景瑜。跟我谈条件是要付出代价，你又能给我什么？我可以，您放了白景瑜，我就把生意还。就地正法，还有给我一点一点，免得太快他不知道痛。你说怎样才能放过他？我都愿意。猜猜我想要什么？猜对了我就放过他，猜错的话我就让他变成太监。顾月白，我求你放我。这种讨好的方式，我恨你。后面别的秘密，把他带走。你会放过他？看你表现。月白。你想不认账不成？如果非要用这种方式逼迫你，我不介意囚禁他一辈子。顾夜白，我不想再待在顾家，不想再待在你身边。你就这么想？明知道爱情，我就是，我不爱你了，顾夜白。
你说，要是让他看到我们在一起，会不会就不要？那又怎样，妹子？除了你，我可以和任何人。知道是谁了？还缺个证据？小二瓜！从此以后就不会有别的男人靠近你。朋友都劝我不要不要。顾夜白，你混蛋！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劫难，我这辈子再也不要遇见你了。你怎么样？你在想什么？没有，我要走了。麻烦你帮我照顾好我的孩子。思雅，你生我什么四天了？你怎么了呀？我马上叫我哥过来，你别急啊。你最好忘掉，我曾有多绝望，残忍的你不会知道。陆思雅，我去山下了，给我手。我好事谁挑的？为了你这张脸，这个人，我付出了一切。哪怕我在国外。独自养大两个孩子，哪怕所有的麻烦都找上我。顾夜白，我真的好累啊！现在你这张脸，这个人我都不想要了。能给我，跟我回家好吗？谢谢妈妈。家。我哪还有家呀？这个家不是早就被你毁了？原来我带给他的伤害。你在，我们说了这就是家呀，怎么就没有家了？走，我陪着你，我一直守护着你。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别走。你是谁呀？我顾夜白，顾夜白。大嫂，你听我说。我对你没有任何想法的，你离我远点。大嫂，我哥得罪你，我也没有得罪你，你也不能轻蔑我吧？你哥想洗我出这来绝对不愿意，你离我远点，免得被我传染了。我哥这个禽兽，我死倒没事，可是死之前。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的孩子，我死了都没有人替我收尸，你哥也太狠了吧！放心吧，嫂子，死之前我一定让你见到孩子。妹儿，怕是已经来不及了，我的病。好像已经发作了，我就知道，我哥要是死，咱们是一定逃不出去的。当初的事情
只能一个人。妈咪，是妈咪。下车。妹儿，快走吧，留在这儿只会让孩子。哥，你疯了！给我下车，听到没有？嫂子，我们怎么办啊？得了绝症还有什么可怕？冲过去！罗思雅，你就看着孩子们一直在这闹着吗？我带着你的孩子们回家。我就不，不想死的赶紧滚！开门，带孩子们回家。罗思雅，你要再敢跑，我就把你杀了。我也不，你也不想活是吧？好啊，我成全。罗思雅，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你不就是希望我死？我现在被你欺骗害人，丈夫已经成了怪癖，马上想死。阿姨，我带你去医院。姑爷，把你别装了，我的病情不就是你亲手给我治的？我的病毒不就是你亲手给我注射？是不是傻？我傻？是啊，我就是傻，我就是因为爱上你才会被你陷害，得了怪病。你是说，病就是谁出的原因，让他得了怪病？难道不是吗？我得了红血病之余，顾夜白，我要是死，我鬼也不会放过你。洛思雅，我给你注射的是营养药，你吃过吗？你又不是没杀过我，洛思雅。我之前跟你说的喜欢你，绝对不是什么一时相信。只要你能嫁给我，我什么都可以给你。那你放了白景瑜好不好？顾夜白，能不能别牵扯别人？我都说了，不要在我面前提起别的男人，否则我真的会忍不住杀了他。顾夜白，我求你放了他，你只要放了他，我做什么都愿意。洛思雅，你就这么贱吗？你为了白景瑜，是不是能够扒光自己的衣服？啊，如果你都可以做，是不是？行，我就满足你。白景瑜，你放开我！白景瑜，你放开我！你不可以这么侮辱我！白景瑜没事，就那么喜欢。麻烦顾爷帮我照顾他，还有不要让白露一次。谢谢。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今天单单给你跪这一步，我跟你说，我保证你见不着顾家的孩子。太多了，宝贝们，妈咪走了。妈咪会把伤害你们的坏人都消灭掉，光明正大的将你们要回。顾夜白，不适合的人，无论循环多少次，都抵不过分开的结局。不准让你走，罗思雅，你要去哪？站住！贱人，为什么你总是死不了呢？肯定是因为你，你叶白才不喜欢我的。你去死吧！你要小心！顾叶白，顾叶白，你醒醒啊！顾叶白。应该都是我伤害你的报应。如果
上天呐、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慧凡，慧凡，男人，救命啊！一定是骗我的，对不对，顾远凡？你说，顾远凡，别这样，顾远凡，我害怕啊，顾远凡。带着生命必须得用，急需要家属签字。医生，我来。请问您是病人什么人？我是他的前妻。医生，我可以负责的，您就让我签字。请尽快联系家属。医生，他的妹妹和妈妈马上就来了。您就让我签字，这是规定。医生，您快不行了。医生，我是他母亲，我的亲妈妈。医生，你一定要治好他。思阳，你这个扫把星！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你能把我儿子还给我吗？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你？为什么呀？你看我哭的，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呀、啊！妈，你这样小心害人家。妈，都是白冬雨的错。白冬雨，我已经把他给抓起来了，咱走。别为难嫂子，莲儿，我就你们两个孩子，你可出事了，我可怎么办呢？是他一个，都是他把你坑害成这个样子的，你让他离开呀、啊！嫂子，要不你先走吧。妈，以前我也叫你一声妈，我求求你不要赶我走，我一定要亲眼看着叶凡好起来才行。可有什么用？都是因为你，要不是你，叶凡会出事吗？这个骚娃，你给我滚！妈，不仅都是我的错，如果叶白出什么事，我一定陪着你们三个孩子。我求求你，你放开我，我求求你，孩子。我真的是太害怕了，我知道我不该怪你的啊！起来，我们一起在这等叶伯出。对不起，我误会了。医生，对不起，如果您这样，但患者还是有所重要损伤。一个月内，绝对把他带成植物人，现在你找到病房了。知道了，谢谢医生。妈，地板一定会好起来。妈，妹儿，你照顾好吗？我去看看地板。吴叶凡，你什么时候醒过来啊？你真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骗子！吴叶凡，你醒醒啊！你不能每次骗我的都抱歉。原来你那天是想把这个手机送给我，顾一凡，
你醒过来，你醒过来，我们就结婚。我要你把这个重新给我带上，我们一起等孩子长大。等孩子长大，我们就一起去旅游。我要你把这些年的情话都忘了。嫂子，你都看了个一宿，休息会，要不然身体会垮掉的。没有，我只要一躺下，就都是你哥让我求的。嫂子，哥一定会好起来的。那个白乐雨，这辈子是走不出洛杉矶。这一次，肯定今天伤害过淼淼。那我就放心了，妹儿。你帮我在这儿看你哥一会儿，我还有件事情没做，等做完我们就可以。你肯过来，顾夜晚一定出事儿。白大少真是好算计，夜晚因为白露雨出事，白家就彻底成为你的掌中之物。静玉，你不觉得自己太卑鄙了吗？你想多了，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白家，我要白家彻底毁灭，白家害死了母亲，我一定要毁灭。现在我的目的达成了，不是吗？那你就要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来伤害别人吗？你真是太……白景瑜，你和白家一样，都留着令人肮脏的血迹。你放肆！看你自己母亲在自己面前死去吗？拼命叫来求他，他们不是在乎白家，那我就毁了他。说起来我也没做什么，只不过是帮了白露雨妈妈。你真是太让人恶心了，我不会放过你。罗思雅，顾月柏当年是白露雨主，你有把我当做朋友吗？从来没有。也好，希望你这辈子别再遇见。原来那么多年都是我误会你了，顾夜白，你醒醒，只要你起来，我做什么都可以。好家伙，嫂子，你这是上演一胎三宝呢，顾少爷的小娇妻呀。不过我看小说里都是女主亲了男主一口，男主就醒了。嫂子，要不你试试？妹儿，你就别开我玩笑了，这么没有科学依据的事，我可能会发生。哎呀，嫂子，你试试嘛，万一呢？这都不行。那嫂子，我给你介绍几个男模，八块腹肌，身强体壮。嫂子，你考虑一下呗。嫂子，好啊，妹儿，你多给我介绍几个男人，我要给孩子选择一个最好的爸爸。你不喜欢别的男人？你醒了。傻瓜，我当然醒了。你怎么舍得我这傻瓜呢？我怕你偷偷的哭。你想起来了？当然，傻瓜，我永远爱你。你愿意再重新开始吗？嫁给我一次吗？讨厌，那我要当伴娘。你个单身狗，你还给你嫂子介绍对象？
嫂子，好啦，就别开妹儿玩笑了。你老婆呢？淼淼，环保，万一爹地追来，一定要帮妈咪拦住爹地哦。妈咪放心，爹地晚上都不让妈咪陪我们，我才不要帮坏爹地。嗯，帮妈咪。顾夜柏，孩子们，快上啊！哎，这次让我去，走。